我林志成，今年系53岁，啊，依度做咗23年嘢啦。我哋最卖得咧就系山丑骨啦、蟹啦、虾啦、蚬啦，同埋猪杂汤啊，嗰啲都好受外国人啊、中国人欢迎嘅。大排档咧，咁啊见到即刻炒俾你咯，即系睇到新唔新鲜嘅嘢，认为唔新鲜可以。都可以即刻換，但係酒樓方面咧就係炒出嚟冇鑊氣冇剩咯，都係公式化咯。中國人喜歡啊大排檔啊，點解一見到火紅紅啊咁啊啲鑊啊煙啊飆曬出嚟，跟住即刻捧到你一食落去都唔同啦，那個口感。如果香港冇曬大排檔咧，那個特色已經冇曬㗎啦。同埋即係以前60年代代表香港嘅轉變嘅環境啊。即係俾翻外國人睇咧，其實我哋咁啊傳統嘅手作咧，已經冇得保留。最後我哋一代啦，再下一代冇人做。政府咧就希望即係一路傳統保育翻呢度。如果冇咗大排檔咧，我諗外國人咧都唔知點，即係唔知點理解。